紧啦。我嘛会陪你，而且我真有信心，你的伤势一定控制掉。你敢来个平安好？你若真心为了雅慧，都爱甲伊讲老实话啊！爱慧知影讲，伊这世人恐惊的事，下好嘛袂完全啊！出去！今天我够讨厌的。好你！星星，我会记得咱下是毋是前刚好的？对啊。我后背是相信的护士线，拢毋捌穿过，迄个跟伊讲的拄仔内面，好哩。是安怎要好啊？我会记得，你就是因为你原本的鞋已经无病去，而且会买新的，你头下家己穿就好啊，哪要好我？我想，不一定穿会着啊。你是安怎会穿袂着？你莫烦恼。你的脚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就算有法度走，可能也无法度去做护理师啊。你莫讲这种话好无啦？雅慧啊，咱即摆不管咱的伤是安怎，咱的脚有法度好完全无？妈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好，走紧啦。我嘛会陪你，而且我真有信心，你的伤势一定控制掉，绝对会过关，会有咱烦恼的代志发生。好，嗯。你敢来个平安好？你若真心为了雅慧，都爱甲伊讲老实话啊！爱慧知影讲，伊这世人恐惊的事，下好嘛袂完全啊。叶少峰，你来想要创啥？唔免遮歹，我嘛是好意来关心的。但我是志成的大兄，所以我着先坐这个轮椅来，我也会活动会当较便利。唔免，这轮椅你家己留咧用。我会惊，搁会跳，这轮椅是无适合我，较适合雅慧啦。我是感觉这轮椅。应该是会陪雅慧一世人。会啦，我会走。啊，不过叫你即马马上行落来，来甲我赶，我随走。伊咧，你怎行来甲我赶？出去！今天我够讨厌的。叶少峰，你讲的话，我拄则拢甲你录落来啊。我马上替你发出去，予大家看卖你有偌无品。你敢？你想哪想？想哪？哎呦，你看笑开啊！我做你是大，不该干死袂用的。伫遐看到像你，根本就唔是阮店家的人啊！你有啥物资格做我是大？你无资格！你无爱生的无要紧啦，不管你要甲啥物款的身份，阿妈绝对支持我，干死你个不孝子！你替阿妈出来讲嘛是同款，一口气我吞袂落。叶志成，你也麻烦了，阿妈伊嘛无在了吧？志成安怎拢无需要你加讲啊？你走了这个所在，找了王家的麻烦，你真见笑的呢？啊，唔知人掠出你妈妈哦，歹家教。不准你讲我妈妈哦。你若要爱你妈的面子，你家己行为注意，莫这么下心下贱。下心下贱，下心下贱是叶志成家你，你两母仔，你两母仔，用电话甲教同款啊，偷房价。你真想个超过啊？超过，你两母仔在超过，搞业绩损失十亿啊！国家喊你大声讲话哦，哈！拄好，恁两个伫个啦，我随身中下，好你！我三叔，甲上来，看精神科，卖烧牙血，干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甲过来。